给我老实点吧，小娘子，给我老实点。都送你了，太客气了，你这个。点击评论区唯品会搜西门吹雪，还有新人福利券。行啊，挺合适啊。哎，完全不需要，所以说上面面对面话过了啊。哎呦，谢谢导演，谢谢。客气客气客气。大导演，这不是衣服的事，刚才那穿就穿了，不是谁吐我一口。那你说说你们还有素质吗？还有职业道德吗？谁吐的这件事啊？导演，我吐的。你怎么吐这件事啊？就这样，呸！救命啊！导演，哎呦，你什么？哎！我们整一下摄影师。你别笑！笑！一开始，哎呀，你快点啊！好嘞，好嘞！哎呀，真是，哎，咔咔咔，停停停！你怎么回事啊？道具呢？哟，道具，干啥呢？哟，在逛唯品会呢。你看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三件只要250，如果穿上不合适，顺丰还能面对面换货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唯品会搜索“超能穿搭”，信任还有福利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先看，道具。哎呦，哎呀，怎么弄的？你这天天净出事，不要急。你看，大道具，三二一，开始！你滚！停！你跑什么呀？还是你躲一下不就完了吗？看着，来，用我炸！一开始呀，你先把黄瓜切一下啊，待会儿把菜放一下。好嘞。用力拍啊！不是导演，他这炸！道具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咔！停！够了！您这五行连砖都打不开吗？啊！看着，你要手上用劲儿。道具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别吃！哎呦我的妈！停！对不起，再来一个。好，来，演员准备一下，再来一次。用劲切啊！快真刀啊！那你切呀！道具啊！